第七课，藏族的大英雄格萨尔王。麦博士，怎么了小哈？我做了个噩梦，梦见好多妖魔鬼怪，我怕极了。然后来了一位骑着白马穿着盔甲的古代勇士，把他们都赶走了。梦里的勇士好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梦见的是他吧？咦，还真是，这是上次离开拉萨时唐卡画师叔叔送我的礼物。这幅唐卡上画的是谁啊？他是格萨尔王，是藏族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大英雄？博士，给我说说他的英雄传说吧。好啊，我们穿越到唐卡中去，了解一下格萨尔王的故事吧。嗯。小哈，这里是传说中的岭国。岭国？传说这是格萨尔王出生的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岭国到处都是妖魔鬼怪，也有许多恶人横行霸道。于是为了拯救苍生，一位天神投胎到了岭国君王森伦王的王妃肚子里，不久王妃就生下了这个小王子觉如。觉如一出生就气宇不凡，跟三四岁的幼儿一样大。可是他有一个邪恶的叔叔叫朝童，朝童很想霸占王位，于是想除掉王位上的竞争者森伦王的儿子觉如。所以在觉如刚出生不久，这个狠心的叔叔朝童对森伦王说觉如母子的坏话，最后竟然让森伦王把觉如和他的王妃妈妈赶出了家门。觉如母子俩到处漂泊流浪，最终在黄河边上定居。哎呀，这个朝童真是太坏了。别担心，等觉如长大后，他会重新夺回属于他的一切。格萨尔王！十几年后，岭国举行了一场赛马，赢得比赛的人除了能获得王位，还能获得诸神的宝藏和岭国最美丽的朱母姑娘。16岁的觉如骑着一匹神马回到了岭国，顺利地打败了朝童。在他登上王位的那一刻，花雨从天而降，群山中的宝藏之门也轰然而开，天空中缓缓传来威严的声音：天下从此有岭国，岭国拥有格萨尔王。原来格萨尔王是这么厉害呀。从此格萨尔王的英雄故事正式开场了。他镇服了四面八方的食人妖魔，驱逐了掳掠百姓的侵略者，并和他的叔叔叛国投敌的朝童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当格萨尔王降服了所有的邪恶势力，让人间再次变得太平幸福之后，他就把王位传给了侄儿，自己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返回了天界。格萨尔王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是的，讲述格萨尔王故事的《格萨尔王传》可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哦。史诗？英雄史诗是在民间代代流传的民族英雄故事，内容呢有历史也有神话传说，主角们往往都是半人半神的大英雄。著名的好莱坞大片《指环王》源头就是一部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我明白了，格萨尔王也是半人半神的大英雄。岭国是神话中的地方，不过它也有历史原型。小哈真厉害，过去外国的学者们一直说中国没有英雄史诗，
但几十年前，当格萨尔王传说被发现时，全世界都吃惊了。原来中国不仅有英雄史诗，还是全球最长的英雄史诗，有300卷，一共100多万行，8000多万字，篇幅是荷马史诗的50倍。哇！而且《格萨尔王传》还没搜集齐全，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么长的英雄史诗，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呀？游吟诗人带着弦乐器四处流浪，为人们讲述一个个故事。那时的欧洲人把游吟诗人当作活的书本。其实在藏族也有着这样的游吟诗人，他们叫做格萨尔艺人。这些艺人们会拜师学习吟唱，然后弹着弦子行走四方。他们走到哪儿就把格萨尔王的故事唱到哪儿，所以关于格萨尔王的史诗主要是由这些活书本们一代代口耳相传才能流传下来的。他们不仅仅是继承者和传播者，其实也是创作者。最早的版本可没这么长。我明白了，就像麦博士给我讲的故事，我也会讲给学校的小伙伴听，他们听了以后也编了一些，讲给其他小伙伴听，就变成了许多故事了，内容也更丰富。哈哈，是的，民间故事就是这样传播的。在藏族民间，除了格萨尔艺人的说唱，还有藏戏表演，这也是史诗流传的一种方式。小哈，这就是格萨尔王的藏戏。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格萨尔王是活生生的大英雄，一个英武的神佛之子，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所以在藏区大草原上，每一年都会表演格萨尔王藏戏。哇，好精彩啊！麦博士，我能认出这个站在最前面的大英雄就是格萨尔王，不过我忽然有点担心。哦，担心什么？刚才我听旁边的人说，现在会唱传统戏剧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戏剧都面临失传的危险呢。万一以后没人会唱，没人会演格萨尔王了，那该怎么办？问得好。现在许多古老的职业已经消失了，像世界著名的五大史诗早就没有了会说唱的游吟诗人。现在科技发展很快，我们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时，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不少传统文化正在慢慢被遗忘。幸运的是，我们的格萨尔王现在还是一部活的史诗，还有许多藏族艺人终生唱诵格萨尔王的故事，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礼物——文化传承。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古老的文化延续下去。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格萨尔王的故事，你能想出什么好办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格萨尔王传》，让它继续流传下去呢？更多精彩课程，请下载 AHA School APP。